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哥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高郎归来，仍是惊流。高郎成都演唱会彻底哭疯了，歌迷大合唱差点哭死，太感动了。近日，山歌响起的地方，刀郎2024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在体育馆唱响。演唱会上，刀郎一下子唱了20多首歌曲，包括经典老歌和新歌，现场引发万人大合唱。他几度哽咽，表示唱老歌时内心激动。演唱会炸裂开场，高郎首先清唱了一段《冲动的惩罚》，点燃整个现场，一下子就唱定了多少人的心里。台下歌迷激动的泪洒现场。随后在演唱《阿什噶尔胡杨》时，高郎再次感动落泪，几乎是全程哭着唱完。他直言，很久没有见过你们，情绪比较激动。高郎这几十年的辛酸，这一刻在粉丝面前得到释放，连观众都忍不住与高郎一起哭泣了。在这场演唱会中，刀郎的歌声时而欢畅，时而感动落泪。他的歌声中虽然没有年轻时的尖利和沧桑，但充满了松弛和释然。歌迷感慨，真实的刀郎唱真情实感的歌曲，只有这样的歌曲才会千百年永流传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，转发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